这是最好的时代，这是最爱的时代。亲爱的，你应该懂得，这该容易，这不会难，这就是最难的。这并非是你说的说，你不明白的东西是不可以理解的。这天空，那么我做你的彩虹。如果说月亮是颗夜空的瞳孔，那么我做你的烟火。我想环游整片星空，找到你的星球，摘下还你的笑容，穿过了银河。欣赏角落，如果说白云总是缠绕着天空，
做你的彩虹。如果说